Vicky 和 Leafy 的梦幻联动。那么这个 Leafy 张叶雷，他到底是谁呢？他就是诺克萨斯民选公主，歌手、唱作人，知道的都知道，不知道的请看 VCR。VCR 啊，在这了。我和你擦又擦伤了，再想劝你分开，为什么我们的结局还是没有例外？没错，就是这位姐。那么这时候就有小伙伴要问了：孙总，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？2020年，也就是我14岁的时候 ，Leafy 姐邀请了我当她的 Live House 嘉宾，那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唱自己的歌。那么2022年 ，Leafy 姐又邀请了我当她的嘉宾，同样是在深圳，我唱了我的 Bloom 和 She， 我也很感激能有这样的演出机会。言归正传啦，我们这次一起写了一首炸翻天的歌曲，她写了主歌的曲，我写了副歌的曲，大家一定要记得点赞支持一下哦。诶，那就让我们听歌吧。却出手尊严，背叛定规矩，处理的地脸，谁的流水线，两种万万片，复制再粘贴。